笑眯眯有什么用？笑眯眯人家怕你还是？我不怕你。对方水平实力不是故意看，说不定他这边就要重拳。呀！红方连续对方透过，串刀一侧。这里又想保存自己的下层，那还不叫你吃啊？
签到。Thank you.
方头目劝告一次。红方送给立方头目，劝告。